你好，欢迎来到周深 vlog 时间。哈，欢迎来到周深的 vlog 时间。为什么那么的丧？因为今现在是7:40，明白我的人都知道，现在的我是不可能起床的，所以今天肯定又是工作的一天。距离开工还有20分钟，那就去吃个早餐吧。走。好啦，现在到我们要吃早餐的地方啦。我们今天早餐要吃的是王宝宝榛子黑巧烘焙麦片，然后尤其是到了夏天，大家都不太敢吃巧克力。那比较好的是，这款麦片里面它用的是可可脂做的优质黑巧。你们看，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榛子。夏天如果再搭上一杯酸奶的话，然后又非常好吃，负担又非常少哦。嗯 ，My God， 永远的神，反正给我带来一个很开心的早上，元气满满的一天要开始了。因为忙完了一早上的拍摄，然后肚子是有点饿的，好像现在可以补充一下能量。我现在也是今天刚拿到的，是王宝宝有点咸系列咖喱口味的，我感觉。离我自己梦想当中的辣椒口味的王宝宝已经越来越近了，而且我打开的时候，我是真的有被震惊到，里面它是有秋葵和土豆，而且很多，而且很好吃。我居然是第一次吃干的秋葵，我的人生是不是稍微枯燥一点？但是爱上。品牌方跟我说，你可以要求品牌方每个月寄一百袋。要不要吃？好了，白天的工作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拍照片啊，录东西啊，就等待晚上的演出了。记得饿的时候就要吃王宝宝哟，哎，咸口甜口都有。